那过来为着要来美化彰化县的环境，彰化县政府是来要求500万名的地主必须要来整理这旱地抗地的环境整治哦。讲按今年1月份开始哦，发文通知到3月份，总共有300万笔的土地，总面积哦大约有415个篮球场这么大哦，全部是来完成整理，并无地主受到处罚。为了改善营地荒废的空地啊，造成环境垃圾问题，环保局今年开始推动垃圾土地管理计划，针对都市计划区内底营地的空地啊进行清查，而且发函通知地主改善环境。若是地主无依照改善通知书来完成改善，会依照废弃物的清理法，处以1000到6000元的罚款。第一波总共清查303笔的土地，伫咧通知地主以后，嘛拢完成清理，也就是无人防范。咱环保局呢，第二月开始为这个陆续呢来清查第一线江美路、江乐路吼等，通知呢有529位的地主来进行改善。咱第三月底呢来进行这个清查，所有的这个通知的呢拢已经完成这个改善。整体的这个完成改善的面积呢有17公顷这么多哈。环保局表示，这项计划一年分四季进行，分别在3月、6月、9月和12月清查。地主要做好抗地的环境清洁，若是愿意无偿来提供3年，给政府打造成绿地的人，就会得到地价税减免的优惠。大专新闻中心梁中华采访报道。